大家好，我是小草月，在这边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那由于上次的耳机抽奖活动大家很踊跃参与，所以在这边决定举办第二次的抽奖活动，也很感谢一直支持我的你们。那在这边也感谢我们的罗技赞助我们这么好的圣诞奖品给大家。那这次要抽出的奖品由我们的罗技 G610 键盘有两个，那键盘本身有一个抗指纹的设计，就你键盘用久也不会那么容易脏。第二个要抽出的是我们的罗技 G900 滑鼠有两个，那本身可以有一个有线跟无线的切换，就看个人喜好。那第三个要抽出的是我们的罗技 G240 滑鼠垫，那滑鼠垫本身是一个布面材质，我自己喜欢用布面材质的滑鼠垫，因为用起来会比较舒服。第四个则是要抽出我们的 C922 视讯镜头，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我这个视讯镜头，那它本身是 1080p 的。那要怎么样获得这次的抽奖活动资格？首先你要到卢子妍小老月以及罗技的粉丝团按一个赞，第二个你要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一下订阅，那 YouTube 订阅是免费的。第三个你要到下方留言处 tag 两位好友。第四个你要分享纸片贴文并设为公开，恭喜你获得了这次的抽奖活动资格。那奖品会在2017年1月1号的时候抽出，赶快来参加抽奖吧，拜拜。